我们先要这边是两条绳子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们要把这两条绳子接在一起。嗯。我们抓住绳子的两端，从右边开始，右边搭上去，然后呢绕一圈 ，OK。然后呢从左边回来，搭上去，再绕一圈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同时把它拉紧。哦，了解。你这两端怎么拉，它都不会掉、嗯，但是要拆的时候很好拆，这样就拆掉了。哦，有没有？就是它打出来的形状是这个样子的。哦，这个绳结最常用在三角巾包扎、它可以有效的固定住，但是要拆很好拆，所以说它又叫做医疗结、对，那我们来搭，我们要接绳的时候，要有时候。比较讲究的时候会根据绳径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结型，但是我们搭外帐没有这个问题，我们就用平结来接绳就 OK 了。大家练练看。